嘉轩，哎，我们去了怀春了，耶，好久不去了是吧？是啊，我记得上次去还是阿明姐生日的时候。嗯，好。到达象征温泉收费站。哇，蓝天白云，天气好好哦。是啊。开不开心？哇，好好的天气哦。这大桥好漂亮哦！是啊，这条路我第一次走啊，新的路线，懂吗？看这蓝天白云多美呀！是的，好开心是吧？问题是不是你开车啊？是我开车啊，累的是我啊，你当然了、啊，你这舒服了是吧？哇，这个桥那么大，我们这里。等到我十八岁，我开车带你去玩。好嘞。吃西瓜吗？老肥村的西瓜不？嘉轩过来。哟，这眼睛！你看怎么了？我眼睛刚刚就盯着丽婶的那个小龙虾了。哦。就是、我那天我在那天我在想，我们什么时候搞一餐小龙虾呀？丽婶就带来了。就满足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吃小龙虾。好久没吃了哦。是啊，我就知道他喜欢吃小龙虾。今晚我们就搞。那些海虾我都不弄，我知道他喜欢吃小龙虾。海虾不用了。我在厦门吃了，他已经吃腻去了。我在厦门吃了，我要尝尝小龙虾了。嗯。今天晚上可以，嘉轩可以跟好好的跟翔玩两天。我啊。以后的话，准备带他去北京玩了。我们两个像姐妹。他说我们两个像姐妹。我们两个像姐妹。哇，沈航航。师傅叫你了。沈航。你们睡醒了吗？师傅。还认识师傅吗？师傅，这师傅谁？这师傅叫小姨呀、啊，还记得小姨吗？还记得吗？有记得。有、哦，你看叔叔拿什么来？叔叔哇，黄皮果。黄皮果。叫师傅，叫师傅，叫阿婆，叫阿婆，叫、嗯、叫什么叫？你好肉啊！叫喂，阿婆，刚睡醒，刚睡醒耶！啊，等一下先。哇，有黄皮果哦。哥哥，吃狗狗。哪种好吃？黄的好吃的，这种有点黄的甜一点。嗯，嗯，啊，真的没有过来啊？什么表情？为什么还掉出来啊？咦，大哥，来，想师傅抱一下。哎呀，害羞了。来，我们的肩膀去好不好？乖乖。咦，好久不见，婆，真的是。好帅呐、啊！想疯你了，想疯你了呀！五官都凝聚在一起了。甜不甜？你吃一口吧，今天搞到终于抱到你，好久不得抱了呀，好想他了呀。来玩哦。嗯，那他现在学补那个啊，准备考试了，现在放假了嘛。放假就可以来玩。嗯，真的是好想他了，真的。叫师傅没有？叫师傅没有？叫师傅。还没睡醒，给我缓一下是不是？没有，久不见了，久不见了，要玩一下。玩一下先。适应一下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厨房。妈妈在厨房。妈妈，你饿了没有？去吃粥好不好？饿了没有？对哎，要不要吃粥？你要不要喂点粥给航航？吃粥吗？给点粥他吃吗？这个拿来装油。妈妈，哎，在这里。在这里。鱼打。就哎呦啊！师傅晕倒了啊！你给他啊 ！bang bang bang！ 晕了！航航顶呱呱是怎么做的？顶呱呱，顶呱呱怎么做的？你唱个歌，你哥唱个歌先，会唱个歌吗？昨晚唱歌表情，你唱歌。哎呦，打我！救你啊！打我！唱歌啊！哦。那个突然，他突然莫名其妙自己在那边唱歌，撞了我。你下来吗？没穿鞋，我们去穿鞋。鞋嘞？嗯。鞋在哪里？怎么唱？好了，这样子唱的。再来一遍，这样子唱。唱。耶。哈哈哈哈哈。不是这样子唱的，是吧？这样子唱
等一下，晚上再给你玩。狗。小狗。小狗。小狗说。汪汪。汪汪。可以了。哇，过来过来。小狗啊。哎呀，它咬你了不？好怕。好怕。好怕呀。你怎么了？小雨也会玩哦。小雨。叫石婆了，不会叫，年底就会叫了哦。跟漂漂亮的小姨在一起，好开心哦，是不是？这个叫露西，是不是？不是露西，这个应该不是。好像那个红色的。分不太清。分不清哦。这四个太像了。这几个甜甜宝宝好可爱。好不好玩？喜欢哪个的拿哪个回去。一只手提。这样撒娇懂吗？终于会撒娇了。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你干嘛？小雨，你几个意思啊？要妈妈这样子扶你是吧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他故意逗你啊，他也知道逗人玩了。刚才你们几个怎么不去那个啊？不去帮种田呢？我们不会去。嗯？我们也想啊，不会去。你们都不出来？他们都去种田。我在上面写作业。哦，你在上面写作业啊？哇，老肥村搞得越来越好了。那里有条蛇。哪里？哪里？你们不要靠去靠近了。哇，在底下。有蛇不要去吗？吐舌头，这吐舌头啊！小雨，小雨，我们来到老肥村这里。这是闽哥的菜园子，里面好多瓜哦。快八点钟了才凉快哦，他们种田马上又回来了，好休闲的感觉。